欢迎来到沙比斯模拟站，男生女生都来看。好，大家好，我是康妮，他要这一期的 3S5 喽。这一期的时空法则是近战攻击造成的伤害减少 50%， 然后推荐的英雄是我的耶雷斯大陆的兰迪，还有妹妹，其他略过，因为都没练。然后就是天女头饰，哦耶 ，Psycho， 太爱他了。基本上这个地图呢，哇哦，是我最不太喜欢的地图了，尤其是对于新手的玩家来说是非常的不是那么友善的了。不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就我们的蒂亚丽丝 VIP 利凡尼亚，还有我们的真能人新真能人兰迪。我们的黑暗王子波波，还有大家最爱的 Immortal 雷切尔，而敌方是帝国的雷安，然后半脸男啊，我们的 SSSR 雷迪西亚，还有金发非常好看蓬蓬的男孩子，还有这个红色头发的艾玛丽克，对，他虽然很喜欢骑马，所以大家就叫他艾玛丽克。哒哒哒哒哒哒，好啊！第一回合呢，就让兰迪，我们的新增的人站在这个位置发动 buff， 璀璨的传说，应该是这么读吧？要是读错了，请跟着我，抱歉，跟着哦，不是跟着哦。好，然后我们的利弗尼尔就召唤了小蛋蛋，然后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的Immortal 傻逼死，第一个来送给大家看咯，左右右晃上下 Blaster。 要是看不够的话可以再Rewind 再看多一次。好，蒂亚丽丝就来这里呢发动一个奇迹，然后我们的波波呢就来跟里昂说声睡觉吧宝贝，晚上你可以梦到和拉娜一起啪啪啪，然后就这样被扎扎扎，就 sayonara。 好，然后 boom， 好啊，蓝方特呢就会把小蛋蛋给炸了，不过就没有说太大的威胁，不过基本上就是为了拖延敌方的进攻速度了。好，这里不是一个很好 RNG 哦，有 50% 的机率是半脸男会发动 buff 或是直接攻击的，当然最好的 RNG 就是他会发动那个 buff、要是你们没有发动的话呢，觉得打不过可以再重来了。好，这里呢兰迪被打晕了不怕，我们的奈奇可以治疗他，让他再生，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沙地史第二咯，我的 VIP 老婆发动上下摇摆魔力漩涡，请你吃蛋蛋，对，然后就讲来这个位置，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就是因为艾玛丽克的天赋呢是让处于两格的敌人呢不能进行守护了，所以兰迪站在这个位置呢就可以继续守护着他。好，发动兰迪的31，让我们的女性玩家可以抬头一亮啊！我们看胸部，女生看胸肌，还有看帅气的男生颜值。然后就这样呢啊，一波带走两位男生了，然后剩下我们的 SSSSR 拉提鞋，竟然把我们的兰迪的一条命打坏了，不过不怕，我们还有多一条。怎么听起来有点蛮色的。好，不过就已经到了尾声了，我们的来蒂亚丽丝就来发动晋级的巨人啊，不是晋级的加护喽，然后就用我的老婆利弗尼亚给他一击必杀，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sayonara， 那、啊、那就是再见或再会，也有可能多其他的意思啊。好，我们基本就会略过七半，因为不是等级九就是等级满咯，我们就来看看装备。首先我们看我们的波波，
基本上他是靠模仿的男人了，就是尽可能跟着我这里的装备了。有奇迹之杖呢就会比较好了，能够给多余的 debuff， 要是没有的话呢就专攻于高模仿吧。然后正男人呢就是高血量还有高攻击了，因为他能够把一部分的攻击呢转于防御力，所以不用怕。然后我们的妹妹雷切呢就是松一法师呢就是高智力还有高血量了，那就会比较安全。然后奶奇呢就是智力和奶力，当然有一点高血量呢也会更好了，相对的比较下会让他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和自己的队员。然后最后就是我的 VIP 利凡尼尔也是魔法师呢，那当然就是要血量还有高智力啦。好，来到节目的尾声哦，我是卡米，记得给我关注、点击和三连哦。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4S5再见喽，拜拜，么么哒。